是因为环境好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我他妈是因为大伙们都在玩国服。我都不记得从哪个版本开始，撸啊撸就变得一坨，慢慢的开始变得像一坨大便。就国服不知道，应该 S 七左右吧 ，S 七还是 S 几左右？那个时候开始出了一个那个东西，出了一个就是把客户端改从老版改成新版的时候，然后。没有在合作了，那个东西都已经没有作用了，为什么还要一直留在那里？而且关键那个东西真的很卡呀。可以再回，但是这个小兵只有这么几个。我在干嘛？
放了，全场停机了。在你